Thank you.
I've had the feeling walking with a thundercloud stuck in the sky right over me. Too many things to do and never really satisfied. A glass would be half empty, not half full. But when you smile at me that morning, I knew that everything would change. I'll take the sunshine, take the rain. If I win or lose again, I don't care, 'cause you make my day. It can be words, it can be smile, could be looks that drive me wild. For any reason, you make my day. Some need an angel, want him to change it all and go on sobbing, waiting for the day. Well, maybe I'm a lucky man, 'cause I don't really understand how life can be a drag when there is you. So I wake up every morning with a smile upon my face. I'll take the sunshine, take the rain. If I win or lose again, I don't care, 'cause you make my day. It can be words, it can be smile, could be looks that drive me wild. For any reason, you make my day. Oh,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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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 you make my day. Make me happy so that sunshine, take the rain. If I win or lose again, I don't. 来到哈、哦，参加这个千日红岁末迎春茶会哈、哦，是我第一次来参加，然后也都还没看。我等一下会慢慢的欣赏我们秋里上最近这几年把那个我们月运千江，还有那我们这个千日红的茶会办的。那也是有声有色，所以值得我今天来再参考，然后再参观，然后跟他学习。感谢，谢谢今天，也感谢今天的大会茶会圆满成功，谢谢。就是我们王吉居王专区主席，他来自高雄哈，也是我们这个高雄国际狮子会亿万区的专区主席，未来的总监。那么今天呢，我想非常非常高兴，在座有很多认识的跟不认识的好朋友们啊、哦，因为在去年的此时，我们在这边办了第一届千日红茶会啊，月运湖畔的千日红茶会。那么在这个非常殊胜的场域，还有舒服的天气之下呢，这个我们讲说波光粼粼啊，这个风和日丽哈、哦，我们享受过一个美好的下午，让人家。我们都非常的回味无穷。那么今天我想我们一样啊，在这个地方呢，很多老朋友也来了啊，那很多新朋友也来了。那么大家可以来这里呢，一起来享受一个美好的下午。那么屏东月运千江协会是一个创立才六年的协会，那么我们以推广茶道茶文化为我们的核心价值。那目前我们也办了非常非常多的活动，包括呢我们每年八月十五号都会办一场全国的泡茶比赛啊。那同时呢，我们也每年都在推广礼轻奉茶，所以我们今天的节目的中场也有礼轻奉茶。如果在座的有爸爸妈妈、有师长、有孩子，要愿意奉茶给您的父母亲，我们都非常欢迎哈、哦，再趁这个机会来表达我们一份心意哈、哦。所以中场时间我们会有这一个礼轻奉茶的一个阶段。那我想今天呢，就是一个好友相聚的时刻啊，所以呢，在这个。不管认识不认识，只要在一个茶桌前就会成为好朋友。那么跟好朋友喝茶是一个非常愉快的事情，是不是？所以我们抱着一个快乐的心情，那我们也谢谢今天在场的24位茶师哈，他们呢非常非常的辛苦啊、哦、这个大包小包，远从台北、台中、
高雄、屏东等等各地来到的现场啊，来把他们最棒的一个茶艺展现，也把他们最好的茶都带出来了。所以待会大家可以到各个席次去走动哈，去品品看。那我们当然也更要谢谢我们今天非常辛苦的工作人员哈。那么他们在这个一早哦，甚至从昨天就开始来为这个场地来布置，那也是希望说把最美好的一面来呈现给大家。那所以我们呢也谢谢今天的所有的工作人员啊。那还有更谢是今天来的来宾，我想来宾哈非常非常的忙碌哈，在这个愿意把时间留下啊，给自己一个放松的时刻来喝喝茶，真的很感谢大家啊。那也欢迎大家，那以后也希望呢能够继续来支持哦我们玉云千江哈，在这个推广茶文化的路上呢，一起来鼓励我们，来肯定我们啊，谢谢大家，谢谢玉云千江的辛苦的工作人员。那我是又对客家园区的专员李生恒，在这里就代表我们的中心主任何金良来欢迎各位到这边来跟我们参与这个活动，也让我们这边有更加一个露出的机会。那月云千江是一个茶道文化的协会，那我们又对客家园区也是一个文化的协会，这是文化的串联。所以说去年贵协会到我们这边来办活动的时候，当时我就打电话跟邱理事长，我在谈到说是不是可以像类似于这种有意义的文化活动可以经常到我们这边来办。所以说当时我跟他这个提议，那也感谢他今年也真的是到我们这边来办。那我希望哦，就是说以后类似于这种活动的话经常到我们这里来，把这些有文化气息的活动带进来。那再次感谢你们，也再感谢贵宾，更感谢今天辛苦的茶师。理事长，各位嘉宾，昨天是披星戴月的来哦。然后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一定要赶这一场呢？因为这是大家记得哦，千日红一定是屏东最大型的户外茶会，大家都是拿出最真挚的心来。你们今天喝到的茶，他们茶席、茶席米，还有他们的茶品，刚刚我们远从台北的那个主持人哦，已经一一跟各位介绍，所以你们喝到的茶品都是最珍贵的、最少的。因为我相信大家的认真，大家的付出，变成一个很好很好的气场，能够在六堆文创园区这样在风和日丽下展现出来。然后我也相信每个茶师的同心，让今天我们的茶客可以喝到最幸福的茶汤。所以还有友会的所有的茶友过来帮忙，并没有分说是高雄啊，是屏东啊，甚至我们有台北的台北班的同学，台北班的精英也下来，就算是我们的美魔女主持人也是都是从台北下来，前一天就下来。为什么那么远要来呢？因为这里已经是一个很好很好的气场，这里是一个很幸福很幸福的天地。就这今天下午的两小时，希望是我们一生美丽的回忆。祝福大家遍地开花的一个茶文化的推广，真的是要很谢谢老师今天这样的一个种子的播下去哈。我们是不是再一次来热烈谢谢我们的戴老师。那么接下来我来邀请哈，我们竹田国小的校长谢俊明谢校长。为什么我会特别要邀请他？因为真的我们的教育是从扎根哈，非常重要的开始啊。那么如果我们小朋友开始从小时候就开始去体会到茶文化、茶道带给我们生活上的美学的感觉，还有整个生活礼仪的一个养成的话，那么我想我们的国家是非常充满希望的。那么他呢就在我们的邻居哦，我们家对面是竹田国小。那他真的是让我非常敬佩，是他虽然不是我们竹田乡本地人，可是他哈对竹田的贡献啊，我觉得有目我看在眼里啊。然后他对教育这样的热情哈，我也觉得说深感佩服。那我们是不是邀请我们谢校长来跟我们大家讲几句话？
邱理事长，还有我们所有近代所有协会的一个老师，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竹田国小的校长，我们非常的幸运，就在顿悟堂，我们邱理事长还有我们梅仁老师家的隔壁，那我们真的是沾了我们这个协会的光。那过去这两年梅仁老师跟我们的邱理事长呢，在课程上，在暑假的时候呢，带着我们的孩子从开始认识茶，开始认识器具，还有一些桌上的一个美学呢，都让我们孩子在生活的体验上呢，享受非常丰富的文化的涵养。那我们学校长期在推动礼轻奉茶，那也推动这个活动呢，让孩子能够学会我们传统华人的一个孝顺，也能够在我们的跟长辈之间的一个互动。那我们也在这边恭喜今天的活动能够顺利的一个圆满成功，再次谢谢我们所有爱好文化的人，谢谢大家，谢谢。
Thank you.
心明，观自在，静观一切，感恩惜福。第十九位施茶人唐春红，茶心明恬淡，从来家明世家人，淡淡的一丝香甜，柔柔的一缕心音，蓦然回首忆人生。第二十位施茶人董连玉，茶心明午后舒安，举一捧岁月，握一份懂得，饮一抹恬淡，品一壶清香。第二十一位施茶人黄彩碧，思前忆茶旅，茶心明重心伴我行，习茶奉茶结善缘。第二十二位施茶人邱文君，茶心明风微微，香茗洗新尘，微风来卷舒。第二十三位施茶人李瑞宇、吴冠敏，这两位施茶人是我们竹田国小茶道班的小朋友，茶心明是礼轻奉茶，礼敬端上一杯茶，亲爱行礼，谢谢您。所以我要先测，不要先口头测试，不然要他。查量啊，查理。
这场里面如果还没有救助的宾客，请您就近入座打扫。是不是你们？共襄盛举，有一些的这个义卖产品呢，我们都在现场摆设。如果希望欢迎朋友可以前往欣赏购买，谢谢。另外，我们今天要特别感谢舞台的设计赞助是合成文创公司蔡佑卿蔡董事长，让我们谢谢他这一次对我们茶会的热情赞助。请问蔡董事长，您在何方？谢谢您的热情赞助，谢谢。
辛苦呀，喂。可是就是我们中国人太内敛了，没有办法在平常表达对父母的敬爱，或是父母呢平日也很啰嗦，没办法表达对你们的慈爱，所以我们用最短的时间就是奉上一杯最能达到内心的一杯茶，这杯茶里面有很多祝福哦，你们自己要观想，你们希望它以后是怎么样，然后我们向前一步，好，敬礼，慢一点，好，向前说，请喝茶。对对，这个真好的真，真饱啊，温地的。好，你们的盘子交给我们的志工。我们等一下，先敬礼，再敬礼，退后一步，敬礼。好，退后一步，转身。好，退。好，我们转身交给志工。那我们今天是爸爸生日，来要祝他生日快乐。没有了，太早了。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多运动，身体健康。多运动吗？听你，你说什么？爱不爱他了？不爱。祝爸爸长生。对，祝爸爸长生。爸爸我爱你，我爱你。好，爸爸回馈一下。谢谢一正你的奉茶，好，我也爱你。那你真的是很棒的孩子，很阳光，很积极，很上进。希望你未来有一个非常美好的未来。谢谢你。谢谢，来多运动的。儿子很贴心，叫我多运动，我很会注意，一定要做到，谢谢。谢谢女儿今天的奉茶，妈妈很感动，谢谢，你要乖哦。谢谢我的宝贝女儿，你永远是爸爸心目中最棒的女儿，谢谢。心目中最棒的女儿。好，现在你的杯子交给志工，我们腾出手来，我们向前，那也请爸爸妈妈站起来，我们来一个爱的抱抱。好，一，我说到三，你们就要抱在一起哦，不然要重来哦，你们就抱到天黑。一、二、三。
好，一、二、三，好像是，这平常都是这样。好，一、二、三，我爱你哈，一、二、三，我爱你。结果都是主持人最大声，主持人自己。好，谢谢。我们乐音天下协会第一次举办的茶道班，那么在今年上半年，去年下半年的时候，结业了。那我们因为在这个茶道班正式开课是这一次开始哈，所以我们以后会有一年两次的茶道班开课。那预计我们下一次会在今年的二月下旬或是三月初啊，那么如果有兴趣的学员可以来注意这个讯息哈，那我们会在我们的脸书或是我们的一些相关管道来布达这个讯息，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茶道。那现在我们来开始来颁今年这个在加工区出口区办的一个火出红的茶道班结业证书。谢谢，还有感恩理事长他们的一个鼓励，然后让我可以学到这个茶艺，然后又晋升为茶师，那很荣幸的可以跟大家一起喝茶。我的感觉心得就是说，如果有生之年可以习得这个茶艺，对家庭是一个最大最大的享宴，它可以跟我们的家人还有朋友一起共享，然后让我们的心可以静下来，快乐的过生活。谢谢。